们就大战盘场大战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蔡康永，拜托了学妹做最走心的街坊，给最优秀的大学生。拜托了学长，男生喜欢女生听自己哪个部位。Hello 学妹你好，除了某些不能播的部位就是要求了。打个机灵，虎躯一震，女朋友她的存在就很让我把持不住了。打游戏嘛，突然坐到我腿上，然后就尝试一下，然后我就觉得很难受，但并不是敏感，是单纯的难受，就是痒啊。那么就大战盘肠大战。傻逼你，那是我的好兄弟，我们经常一起击剑。拜托了学妹，和爸妈看电视遇到一些尴尬的画面，你们会怎么办？我们家很开放的，我们都一起看。Hello， 学长好。小的时候有吧，就那种亲嘴的画面，那个时候会有 BGM 响起的呀。小的时候跟我爸妈住在一起嘛，电视上就在上演一段床戏，然后后面我就假装睡觉了。我也不是很懂，只不过觉得那个画面有点尴尬。遇到这种事情，我们能避则避吧。那个时候三个人都很尴尬，只要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拜托啦，学长，如何在不经意间把男生撩到腿软？这个我说明一下，因为他是体育生，腿特别硬，所以腿撩不软。少废话，穿黑丝跳舞，黑丝 YYDS 跳什么舞都行，也不是不行，黑丝就行。没有人能扛黑丝诱惑吧？我可以。他不是男的，他不是男的。拜托了学妹，对上吻技巧是一个什么体验呢？Hello， 学长你好，就有种社死现场脚趾抠地的感觉，这个人在那边一动不动的就很奇怪啊。关键那个哈喇在直流，网上不是有那个关于嘴巴的那个操，六十多行 ABC 可以去练一练，活动活动，多喊几个有实战经验之后自然而然就会熟练了。拜托了学长，住情趣酒店有多少？ Hello 学妹好。可能玩的比较多吧，想要的一些道具什么的都会有，那种电动的床或者什么手铐啊，那些增加情趣啊，会玩的话应该玩起来挺爽的。真的吗？演起来了是吧？有机会的话应该会去的，就想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这种新的感觉。拜托了学妹，如果发现对象上厕所的时候屁股没有擦干净怎么办？有颜有料有内涵，喜欢记得一键三连哦。